刘叔，哎呦，小李来了！这是今年的新茶，一会儿让我泡好了，你们尝尝。谢谢刘叔，刘叔，所以这边的茶叶都是供给豆科奶茶的吗？啊，我们每年最好的叶芽制成茶，都是供给豆科集团。哎，尝尝，尝尝。好。 刘叔，这个茶入口好香啊！我们这儿都坚持手工炭焙制作的。那刘叔，这样的话会不会产量很低呀？嗨，我和老伴儿啊，对钱没什么追求，就希望做点好茶叶。哎，你们小两口拿点茶叶回去泡茶喝。刘叔，您误会了，我们不是小两口，我们就是甲乙方的关系。啊啊，什么甲乙？ 就是他是甲方，他给我交代任务，我是乙方呢，我就听他的话，帮他做事情。那不就是我和老伴儿这种关系吗？这真是的，这，快点。